比羊肉串好吃十倍的孜然羊肉应该怎么做呢？羊肉切成小块，加盐、胡椒粉、孜然粉、料酒、生抽、鸡蛋清、淀粉，抓匀腌制20分钟，油温5成热，下入羊肉，迅速把它划散，中小火慢炸，炸熟炸透捞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下葱姜末炒香，下炸好的羊肉，再撒点好吃的烧烤料，然后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再多来几瓶啤酒，那吃起来真是太香了。